日本鬼子老照片，这才是真实的日军战俘。一脸怂样，图三是女战俘，图为被苏联军队抓到的日军战俘，为了活下去竟跪在他们面前，完全不是按他们说的那样，选择切腹自尽。这位被苏联俘虏的日本军人也是一脸怂样，两个被俘虏的日本女军人下场特别惨，正在被押送中的日本女俘虏。日本鬼子老照片，这才是真实的日军战俘。一脸怂样，图三是女战俘，不知道你们怎么看。